最崇拜李小龙，来自西班牙的恩里格一头栽进咏春拳跟中国武术，还自导自演拍起了功夫片、恐怖片。能文能武的恩里格要在台湾追逐他的人生梦想。一位是柔道国手，一位是健身教练，在人生道路上他们迷失过，如今转换跑道创业经营烧烤店，说壮硕的肌肉也让客人看到不同的创意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综横天下，我是洪一慧。你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吗？事实上李小龙的电影可以说是风靡全世界，你知道有人为了习武还特地专程来到台湾呢。这是35岁的西班牙人恩里格，他从小就喜欢李小龙的电影，更热爱中国武术。11年前特地来台湾学中文，因为兴趣拍了几部功夫电影。从功夫片到恐怖片，恩里格其实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西班牙导演了。事实上，恩里格童年时期学的是音乐，也弹了一手好琴。在还没有来到台湾之前呢，在西班牙担任小学体育老师的工作。他的人生兴趣相当广泛。目前他除了拍电影之外，也写小说呢。恩里格认为，人生有梦最美，而他要在台湾圆梦，让他的武术人生更加精彩。就是只是练习基本的。咏春拳是中国武术门派之一，70年代在欧洲蓬勃发展。他是恩里格，来自西班牙，对中国功夫深深着迷。拳法是在西班牙学的，因为热爱武术来台湾学中文，没想到因缘际会当了电影导演。这是恩里格拍的第一部电影，自己饰演男主角，内容当然是他最爱的中国功夫。应该是对好玩，就拜喜剧还有功夫。因为对喜欢，告诉你的老大，我们不会卖掉这个饭馆，要是你们还敢再来问问我的拳头。第一部喜欢，因为很好笑，就是很烂，可是烂得好笑。那时候我就买一个很简单的摄影机，那我觉得，那我想拍一部电影，那就拍，有一个摄影机，有朋友那就可以拍。就这样，第一部电影自己演，拍片越来越有心得。小时候我就看李小龙的电影，然后我就很想学功夫。魏俊根，华人电影红星李小龙是恩里格的偶像。那时候常常自己看镜子都模仿的，就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吧。对，甚至恩里格还曾经用西班牙文写过有关武术的书籍。之前我出版的一本书，很简单的，有气功跟太极拳。只要是会功夫和武术的演员，都是他效法学习的前辈。那时候应该是很久以前，还没有那么红。你喜欢他吗？电影还不错。你学动力就是很强。对，一开始是，后来就看成龙啊，看很多功夫片，那就是对武术有兴趣。在西班牙就采访成龙，就写在杂志上。拍功夫片，恩里格把他的拿手绝活全都秀在电影里头。为了节省拍片开支，恩里格不止自编自导自演，连场景都简单搞定。喂，哎，我是小雅。我打给你。室友这部电影拍摄地点就在恩里格的住家客厅以及卧房，全片就这两个场景。场景没有那么多，然后我们时间也没有那么多，对，可以帮助我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所以想办法控制。从功夫片开始启动导演生涯，
恩里格当初来到台湾只是为了学中文，这一住就住了11年。我来的时候有一点怕，因为我一毛钱都没有。那我那时候考给奖学金来学中文，对，可是那时候好像一个月有13000-15000，可是你要自己住外面，还有买书啊、吃饭，对，所以那一年我就瘦了10公斤。一连拍了几部电影，也有台湾人想跟他学武术。那个时候我每天都练很久，就是去公园啊，很多人看我，然后来问过我可不可以教他们。那我一开始觉得很奇妙，因为没有看到我吗？我是外国人，那要跟我说功夫，我觉得很好笑。热爱古典音乐的恩里格，其实从小念的是西班牙国立音乐学校，还曾经在台湾开过小型独奏会。他多才多艺，能舞也能文。其实恩里格在西班牙原本的工作是体育老师。我希望当老师，因为我是体育老师在西班牙，然后我这边教西班牙，所以对教育很有兴趣。家里的收藏几乎都是电影以及武术的相关书籍。你可以把它念得出来吗？这是什么字吗？我不敢，你们看电视应该都念出来。中文似乎太难理解，但偶像李小龙的生平点滴和个人特质，恩里格却是如数家珍。我觉得最重要，他很聪明，对，他比那个时候的人进步的很多，所以现在很多人要走他50年前走的路。当初因为要节省成本，所有的电影剧本从18分钟的短板到1个半小时的长篇，都是出自恩里格之手。我自己编剧，所以你顺便可以控制你的你要花的钱。对啊，你要把一个直升机追来一个坏人，那我不可能拍，那我就不要写。现在他正着手写小说，描述的是台湾的警察故事。因为我住台北11年，所以我应该是台北人。那可能我现在写台北的故事比马德里的故事好。我小时候也看很多侦探小说，很喜欢，然后喜欢看，所以喜欢写。其实他的主业是教西班牙文，有了固定的收入，闲暇之余写小说和拍片，凡事都在节省成本。跟一些两个人关系很简单的剧本在同一个地方，那可以想办法把你要表达的东西拿出来，对，不用那么多东西。电影的演员几乎都是朋友情谊相挺，或者是只收友情价演出。到底拍一部片要花多少钱，恩里格至今仍然不敢仔细算。花最多钱可能是恐怖片，因为我们拍了很久，打算长片1个半小时，所以我们几乎拍1个月。大概是多少？我不知道，不敢给你一个数字。是不敢算还是怎么样？对，都不敢算，不要知道。为了要拍摄《房客》这部电影，不喜欢猫的恩里格获利养了宠物。那时候我们要拍那个恐怖片，那我去剧里面需要一只猫，那我去看有没有朋友可以接什么的。可是我们总共拍1个月，所以你好像也没有方便。制片、编导全都自己来，连最后的剪接完成也是出自导演之手。很多人都帮我，没有，对啊，只是很用心。目前没办法赚钱了，然后就也没有薪水。对，来台湾11年，他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不是心境，而是外形，就比较胖。你觉得你跟这个时候的差别在哪？现在差别，外表上现在比较胖，可能头发有变多。对，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我不想为了未来放弃现在，所以我觉得你生活中要找一个平衡。今年35岁的恩里格笑说，自己人生有1/3的时间都在台湾生活，
他真的很爱这个地方。你做你喜欢的，最后一定有一个结果。对，算是没有，可是你在过程中你也很快乐。至今武术仍是他的最爱。大家好，我叫恩里格，那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电影，我的小说，那要学习西班牙文就来找我。持续写剧本拍电影，恩里格这位热爱武术的西班牙人还要继续在台湾圆梦。